就是这份甘愿，你剩下把我当作唯一，喜欢在你怀里感受亲密，好甜蜜，好熟悉，好像是喜欢你。想为你写这首歌，爱上一个变形的小城，窗外的风车穿着夕阳的颜色，想牵着你的手划过流星的夜空，我们走走一场梦，爱在黎明上空。我们等一会儿穿吧，欢迎新进的朋友。喂喂喂喂喂，来发个红包，来发个红包。越来越懒了，都不想直播呀。Look, 我的手机又在 ring ring、Look, wait, look, 又在问我今晚到底要去哪里。 Look, wait, look, 我的心在向你靠近、Look, wait, look, 快点开始你的演技 baby、他都搞不定你上你不信，我不太满意天赋的事情，如今你的心留言，你别听我的小秘密，没啥关系。浪漫主义是我人生信仰，每天重复一遍对我在训导、我的嘴角留下记号，总是没有困扰。快点听听，我的朋友正在看我，别有太多距离，我们可以一起探索。哥们，什么事情都能办妥，要是不行那就算了，我们马上散伙。所以请你look, wait, look, 确认过眼神，来一个保时捷定制一下。Look, wait, look, 又在问我今晚到底要去哪里。确认过眼神，来个保时捷，来个定制。要不要？快点开始你的演技 baby。 你到底睡了没？为时快点回起来拍张照片，问我美不美，角度无所谓，别人就是为你量身定制呀，粉色保时捷，为你量身定制。你在说什么？不要来我刹车，你要不要来一个？你给我每个天亮天黑，我想要的感觉都对。如果你不介意，你要不要来一个？给你发的每条语音都是你最爱的戏法，都不用解释，更能早就拿捏你的喜好，把你列表全部屏蔽，全部给我去掉。那年你我早就预料。Look, wait, look, 又在问我今晚到底要去哪里。 Look, wait, look, 我的心在向你靠近。Look, wait, look, 快点，我懒得跟你解释。你刷了我就跟你说呀，我还私下跟你说，我有。我没空。你要是愿意支持我，你现在就可以。谢谢 T 宝，谢谢 T 宝。欢迎大土豆。欢迎安喜。欢迎小桃同学。欢迎新进的朋友，我今天都没有拍作品，不知道拍什么。但是我有一个贼牛的想法，不知道能不能过审核。欢迎可乐。多点赞才能多抢福袋哟。欢迎乌龙，多点赞。晚上好。
这看多有礼貌的宝宝啊，多有礼貌的宝宝啊，这狗儿子乖。什么小哥哥都是骗你的，什么小哥哥都是骗你的呀。普通导师节不行吗？不行，粉色贴纸加跑道。要不我们改一个吧，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别的礼物，他们老是送错呀。哇，有一个限时烟花，我咋没见过这个烟花呢？我咋没见过呢？单车恋人，浪漫恋人，浪漫营地，这些不好听，就保时捷吧，就保时捷比较给力。真美呀，对呀，哪去比我早更美的。赶紧去找比我更美的。有没有音乐呀？拍拍他的小屁股不听话。哎呀，我的那天有点仓促，就是发的，随便发的，将就一下吧。欢迎小陈，欢迎一颗脆桃，欢迎新进来的朋友，来我们点点赞，家人们。吴龙，你昨天没来，你昨天又干嘛去了？你昨天又干嘛去了？想个剧本吧，我以前拍的剧本。小公小和小母，呵呵，下来了再说吧，也不是不可以。欢迎鹏哥哥，你在哪儿啊？欢迎懒得取名字。来帮姐姐点点赞，家人们，帮姐姐点点赞，帮我点点赞，帮我点点赞哦，帮我点点赞哦。有事儿吗？没关系的。欢迎雨，欢迎大家，欢迎长安归故里。对呀，你脚麻吗？怎么了呀？怎么了呀？欢迎星辰，欢迎新教的朋友，欢迎老唐，欢迎新教的朋友，蓝色妖姬，蓝色妖姬，乖儿子，这不是在吗？有空我学习，有你注意，真的有些神农经。我等我一下，我去把那个充个抖币，又没刚刚没充错的。谢谢宝宝的玫瑰花，谢谢李晨曦送来的玫瑰花，谢谢宝宝。我们有条件的可以加个会员哦，欢迎新进的朋友。会员我们有个礼物，欢迎小王人，小事人是小王，谢谢你的小心心。我们粉色保时捷定制，欢迎新进的朋友，喜欢主播点关注。
点错了的吗？抬头与温暖的空气，只能够选择迟疑，如往常的犹豫，不然就去多看风景，一整晚的诗意，所有感受都为你，爱本就没有定义，反正我现在认命，呼吸随你的温柔比越来越轻，让我搭把手放下你的忧愁，早就习惯为你自由的冲动。欢迎哲思，哇，知不知道？最后多漫长的黑夜白天我都可以等候。欢迎新进来的朋友，欢迎陈潇。我们可以送一下那个蜡舞灯牌，那个蜡舞灯牌它可以变，可以有个名字耶，它好像可以有个名字耶。欢迎新进来的朋友，好美。那你们点个关注，他点了关注的，他点了关注的。欢迎多多，多多你都升十级了耶。等一下，有我名字，就是那个蜡舞灯牌就有我的那个名字啊，十七。姐姐晚上好，那好哟，要播到两点哦。哎，怎么没有名字了？这是搞错了。有的有的，前两天不是都有一个十七吗？对呀、啊，重新来一个肯定有。那天晚上我收了三十多个。能不能有点出息呀、啊？这样你就对不住了。欢迎罗清新，这出息的没有。这间落花有意的灯牌，不对呀、啊，欢迎火线，欢迎宇宙无敌，那个暴龙，暴龙，那个暴龙，欢迎弟弟。重新来一个吧，乌龙。我刚刚他明明有我名字的呀，我记得那前两天都有一个十七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欢迎孟总，欢迎小嘎嘎，真有啊，我没骗你啊。多多，你送一个灯牌看一下有没有我名字那个蜡舞灯牌，他还觉得我逗他，真有吗？这前两天都有我名字十七，今天就没了，这怪了。可以啊，来个眼镜给你看一下。哎，怪了，真的是完了。为什么没有了？风风快出来，这前两天不是都有吗？你看你看，风风送就有我名字，你看你不配，没有我名字。多多也没有我名字。你看到没？为什么风风送的就有一个十七？那是因为你们要选哦，那个要选的宝宝，听到了吗？要选，要选，要选一下才可以。我就说嘛，明明这个是有我名字的呀。欢迎北辰，欢迎熊虾，在哪儿选啊？我也不知道，要送礼物的人才知道哎，我也不知道。换一首歌，那个应该是在送礼物那上面选吧，我也不知道。欢迎新进来的朋友，喜欢主播点点关注，我们第一次来的可以加个团。你看到没，多多？你看这是什么？要更新 APP， 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我没更新哎。小狗狗，你看，欢迎菊花，欢迎阿巴阿巴，欢迎家。
欢迎大秀珍，我们比心可以玩游戏哦。这么久才明白，真的是。教程发你了，你教他们。我跟你说，就是送礼物前面有一个那个欢迎天天。他们没看着。欢迎徐梦，谢谢老秦的灯牌。老秦，你今天没去挖矿吗？欢迎无悔，欢迎巨大的草莓，谢谢大家的小心心。来，我们把赞点到10000，我们换高跟的吧。没有必要了，你这几天都没有送我一个蜡舞灯牌。欢迎强哥，欢迎玉龙，明明叫玉门飞龙。欢迎新进的朋友，欢迎告白。最近是越来越懒了，都播得越来越晚了。今天本来想拍个视频的，找不到拍什么了。欢迎新进的朋友，欢迎金芒多。欢迎游仙，以后不上鞋是亮点。欢迎新进的朋友，完了就只能看一会儿了，他们睡得早，不像我们这种夜猫子。欢迎野，欢迎湖边咖啡。这段时间欠的账你记在小本本上，那我都记不清了，那我已经记不清了。这是好久没有看过就是那种好看的了。欢迎新这样的朋友。我跟你说老秦，我前天在凡凡家看到一个叫一见钟情的，我说耶，这个老秦还牛耶，还跑到凡凡家去了。然后我一看，哦，是别人的名字和你名字撞衫了，他的名字跟你的名字撞衫了。欢迎 GHM， 太搞笑了，我以为我认错了。欢迎豆豆，欢迎新进的朋友，你现在不刷你就天天抽盒子铃。欢迎洋洋爱吃栗子，你要是能搞个花海呢，我还能高看你一眼。赶紧去整个花海给我看一下吧，都没有什么追求了。谢谢峰峰的点赞，来我们飘个屏。你要是能种一个什么郊游啊、花海呀、啊、那种，那就不得了了。嗯，我也看到过，你也看到了吗？我想要的是马车和皇冠，那个皇冠和马车。哎，这个歌在哪儿找啊？那个马车又不值钱，我的收藏在哪里去了哟？我换了一个，准不来了。喜欢我这个小哥哥，一会儿说一个喜欢我，那喜欢我你要亲我一口啊，是吧？对吧？欢迎洛英，那我们出去玩一下吧。算了，唱给你听，520票的
洗个手，洗个手，说不定还有个大的。我昨天晚上有一个人送我火箭，然后出去打 PK， 好不容易能扬眉吐气一下，结果还找了一个一点都不好玩的。还有五一三，不适合抽奖。我没什么好推荐的，我没有什么好推荐的。他们都不会。欢迎请叫我二喜，欢迎大思思。你应该中过一个那个什么惊喜泡泡里面的那个叫什么秋千的嘛，我记得是不是？真喜欢你，这狗尾巴，小猪吃的饱饱。欢迎新进的朋友。做点好好玩，然后就变中泡泡了。小尾巴在摇摇，小狗吃的饱饱，小尾巴在摇摇。欢迎缘分一道桥，你们都好厉害呀！来，我们抢红包喽！抢到红包的给主播占个榜哦。欢迎新加的朋友，好厉害呀！欢迎新进的朋友，喜欢主播点关注，老亲你试一个吧。我们出去逛一圈吧，他们看到我都给我挂了，他们都不跟我玩。我们出去逛一圈吧，他们看到我都给我挂了，他们都不跟我玩，我挂了，他们都不跟我玩。我把音乐关一下。嗯，可以啊，你简单玩。那么浅浅的来，为什么我感觉这个 PK 变小了？小了吗？我不知道，好吧。那我开始了。我们输了干嘛？我们中间怎么玩啊？要玩吗？中间我们拽票。哦。咱们结尾的话。输了，我是一个什么？我们输了，写字吧，或者你说玩什么？但是。什么？跳舞。我不是，我不能跳舞，跳舞会被抬走哎。我们浅浅的，不用太大幅度，就是浅浅的。跳一下，欢迎南孚什么段啊？可以吗？我不会跳舞，要不你换一个吧。擦玻璃会不会？不想擦。我懒得擦，我擦什么玻璃啊？我缺个擦鞋的，我擦玻璃。缺个擦镜子的，缺个擦镜子的。欢迎到底在不在？切个擦鞋的，欢迎新进的朋友，喜欢主播点点关注哦。欢迎张静。欢迎黄金什么万两，这人的名字怎么取得这么搞笑啊？我都笑不活了。我们去玩数六十个鸡蛋。Hello， 你好，我们玩什么？你好，就是我要把这个帽子跟围巾，然后传出去，可以吗？说的是穿这个吗？可是我没有围巾哎。我跟你说，我这也不是围巾，随便拿了件衣服裹身上的。就传东西嘛，是不是？要不我输了，我接你这个。要不我们玩六十个鸡蛋吧，数。
好不好？要不这样吧，你有没有才艺啊？你是不是可以跳舞嘛？我不跳舞。哦，那随便吧，那就六十个鸡蛋吧。OK， 你赢了，你敢取了。嗯，六十个，咋了？我想试一下。我之前是一把头，然后数。对，一口气数。哦，不能换气哦。嗯。然后中间惩罚是什么呢？就是惩罚，就是数鸡蛋啊。好。嗯。要不中间要玩吗？你要玩吗？中间过程。过程的话，要不票少的咬东西吧，反手摸耳朵吧，好不好？那也可以。嗯，反手摸肚脐好。反手摸鼻子比较难，你们反手能摸到鼻子吗？就这样，摸到鼻子吗？还得手够长，还得手够长。我得摸耳朵了，这不是男的吗？那我摸了吗？反手摸嘴，反手涂口红吧，应该可以。那反手摸肚脐呢？谢谢落花有意的鲜花，谢谢落花有意的鲜花。欢迎公子扶疏。那弟弟还比较瘦。我们点点赞，欢迎秋风，欢迎金木，哇，谢谢我们乌龙送来的亲亲。你可以试一下乌龙，你点那个玩具，你点那个玩具，你点那个蜡舞灯牌上面有一个十七的贴纸，你可以试一试。可以试一下，欢迎大翻转。他们都想让我跳舞，可是我这直播号，这个号不能跳，跳了我就没了。我要是会跳舞，我能救这点人吗？我要是会跳舞，直播间人肯定更多了，是吧？主要是我不好意思跳，拿不出手，我要反手摸耳朵了。谢谢我们炯炯的热气球。炯炯，你要玩游戏吗？三次。炯炯宝宝，欢迎大哥。欢迎遇见十一。游戏咋玩？等一会儿报数吧，我们等一下玩。哎呀，打过来了，等一下玩。我们家能补一个吗？现在 PK 加成，我们补一下吧。我们再来一个热气球，可以翻倍哦。欢迎欧向北，我们可以再补一个吗？可以翻倍，宝子们。谢谢我们炯炯的热气球 ，PK 累计加成520票。我觉得最后我们肯定要守一下塔哟。欢迎新进的朋友，谢谢我们炯炯，炯炯你可以玩六次了，要给姐姐守个塔呀，宝子们。我感觉他们家那个票跟我们家差的不是很多，如果我们不守塔的话，我们就白打了。对面三连胜了，对，我们要守一下塔。谢老秦的点赞，欢迎笑脸，欢迎新进的朋友。我们有票的给姐姐守个塔，欢迎新疆的朋友，谢老秦的点赞，欢迎浪潮，欢迎陆阳，还有16秒了，守塔了，守塔了，不要偷塔，不要偷塔，守塔，守塔，守塔，宝宝们守一下吧，守一下吧，再来一个气球补一下，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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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下，哎呦，太险了。他们家竟然没有偷，谢谢我们乌龙的热气球，感谢我们乌龙，谢谢我们炯炯。他们家竟然没有偷塔耶，谢谢乌龙，谢谢炯炯，谢谢落花有意，谢谢一见钟情。我看一下麦哦，我看一下麦，来吧小姐姐，
数不到做深蹲哦，一口气不能换气啊。要不要我给你示范一下？就比如你数了30，那就做剩下的。要不要我给你示范一下？哦、就是一口气。我不用示范，我知道的，我知道的。哦哦哦，好。一个鸡蛋，两个鸡蛋，三个鸡蛋，四个鸡蛋，五个鸡蛋，六个鸡蛋，七个鸡蛋，八个鸡蛋，九个鸡蛋，十个鸡蛋，十一个鸡蛋，十二个鸡蛋，十三个鸡蛋，十四个鸡蛋，十五个鸡蛋，十六个鸡蛋，十七个鸡蛋，十八个鸡蛋，十九个鸡蛋，20个鸡蛋，21个鸡蛋，22个鸡蛋，23个鸡蛋，那就做40个深蹲。嗯，你重新数嘛，就是一个鸡蛋，两个鸡蛋，三个鸡蛋，四个鸡蛋，五个鸡蛋，六个鸡蛋，七个鸡蛋，八个鸡蛋，九个鸡蛋，十个鸡蛋。要数快一点，你数的太慢了的话，它很容易断气的。我教你，不能，他数不来。你再试一下。好，那我再来一遍啊。嗯。一个鸡蛋，两个鸡蛋，三个鸡蛋，四个鸡蛋，五个鸡蛋，六个鸡蛋，七个鸡蛋，八个鸡蛋，九个鸡蛋，十个鸡蛋，十一个鸡蛋，十二个鸡蛋，十三个鸡蛋，十四个鸡蛋，十五个鸡蛋，十六个鸡蛋，十七个鸡蛋，十八个鸡蛋，十九个鸡蛋，20个鸡蛋，21个鸡蛋，22个鸡蛋，23个鸡蛋，不行了，我之前能数，我最早之前能数30个，后来我就能数50个了，我估计现在能数60个了。嗯，好，乌龙你们试一下，弟弟你们试一下，你们能数多少个？那肺活量那是要绝对的好，就我。这孩子气的，我就是说话都不带重复的。要是谁惹我生气了，要是我骂他一顿的话都不带重复的，叨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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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叨。欢迎三文鱼，欢迎新疆的朋友，欢迎紫气东来。炯炯，你刚刚送了两个气球，哎，你可以估计20个，你可以说那个数字，我们可以玩游戏，1到30报数，20个。你可以试一下，我气可长了，我都练出来了。欢迎爱笑的他，欢迎是学哥。好了，哎，好，再见，玩的开心。好，拜拜。嗯，拜拜。你可以说6个，你送了2个热气球，你可以玩6次。好了，哎，好，再见，玩的开心。好，拜拜。嗯，拜拜。你可以说6个，你送了两个热气球，你可以玩6次。拜。你可以说6个，你送了两个热气球，你可以玩6次。是要6吗？怎么这么搞笑，这么逗啊，他只要个6吗？只要一个6吗？宝宝